件它是棉麻的材质，有没有？然后这边呢有做一个这样子，它是也是那个开襟，然后有一点这样子低领的感觉，然后做了一个皱皱的设计。这边的这个啊，其实它是真的可以调整的，就是这边有扣子的设计，然后你可以自己就是把它穿过去这样子。这件其实我觉得棉麻材质超级透气，如果你们出去玩的话，这件一定超级好穿。然后它的那个腰身也非常明显，因为这件它是有车了一个固定的腰身在这边，然后其实它的那个背后啊有一个超级弹的设计，所以这个我刚刚说，如果是想要藏肉肉女生，然后又怕太小件的话，其实这件上衣就是首选了哦。其实这一件我觉得它有很多变化，你也可以配那种合身的牛仔长裤，然后配高跟鞋，又是不一样的感觉。其实绿色我觉得配上这种，它这算什么叶子啊？是不是有一点那种椰子树的那种叶子吗？还是什么的？其实我觉得做绿色的话，看起来非常有那个时尚感的感觉，那个弹性非常好，所以这个的话，我觉得肉肉女生、棉花糖女孩可以穿，因为它连袖子这边都是宽松的，然后胸口这边也都是宽的。